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你还真别说，在营地扎营10天真是太无聊了，还是徒步快乐，徒步使我快乐。Hello， 我是王暖。Hello， 我是杨美丽。我们现在在腊次台，距离南山口检查站还有50多公里，大概是走3天左右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因为这边一路过去都是下坡了啊，现在这边海拔3600，格尔木的海拔话是2800左右啊，加油，出发吧，走。休息了10天，人力逢车，徒步青藏线终于再次出发。因为我们的行李啊，大多数都在他们车上，后面的行李不够重，怎么办呢？美丽刚刚抱了个石头压到后面，会好一些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车的话就会前面重的话就会很累了。好，走吧，美丽，出发啦，出发啦！今天走了18公里，到达这边有个露营地，这边的话有两个房子。哎，好久没走路了，今天又把脚给走破了，又破皮了。好家伙，看一下晚上吃什么。燕姐，晚上吃啥呀？游戏饭。哦呦，杨美丽，你就美丽要洗澡，要洗澡没有？哇，好香哦，来开饭，开饭。Tomorrow。昨天走了18公里啊，走到这里扎营，这有个废弃的房子，他们搭帐篷都可以搭里面。然后嘞，昨天是我跟美丽、小骆驼3个人在徒步，结果嘞，可能是很久没有走路了，我的脚上那个泡啊，磨起了2个。小骆同学看一下，啊，脚底磨起泡了呀，瞅一下，碰臭不？臭啊！哦哟，起个大泡。脚底板跟我一毛一样，我也是这个地方一个泡，然后后脚跟一个泡啊。燕姐他叫容嬷嬷姐了，来了，来不行，好臭啊，这个快点，快点，给你消一下毒，浇洗一下。现在容嬷嬷要跟小罗扎针了，妈哟，伸出来一点，妈呀，通臭啊！哎呦，你个脚好丑哦！你现在不拿那个上次追我那个追了呀？不行，追了我咋几顿啊？你都追过一次了，就不要再会第二次了吗？咦？咦？不行，还是要用那个。我们的叶嬷嬷终于还是拿出了她的杀手锏来给我吧。当年容嬷嬷扎紫薇都没有这么粗的针，她来扎我跟小罗。用火烧一下不？用火。啊。这个看着有点怕呀。你还有点怕吗？那小伙子还怕，真的是。小伙子不怕。啊。我的脚脚啊，就之前磨的泡的地方那个皮掉了，然后我的后脚跟，哎呦裂开了，特别的疼啊！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又休息，全员休息。咦，刘叔啊，哎，你在干啥呀？晒头晒背。今天太阳不错啊，你要晒头啊。这个发型是不是特别爽啊？嗯，晒太阳。那昨天你说说。